今天呢，给大家，学一首新的作品，叫做《十样锦》啊，咱们先来唱一下谱子。十样锦，十样锦是一首民间作品，哆等于地，地调唢呐统一做骚，十二拍。我们来唱一下：咪嗦咪瑞咪，咪嗦咪瑞哆，拉嗦拉哆瑞，哆瑞哆拉嗦，拉嗦拉哆嗦。哆啦哆，嗦啦哆，啦嗦啦哆嗦，咪嗦咪瑞，咪嗦咪瑞，咪嗦咪瑞，哆瑞哆，啦嗦啦哆瑞哆瑞咪哆瑞哆啦嗦，啦嗦啦哆嗦，哆啦哆啦嗦啦哆，啦嗦哆啦嗦。好，咱们唱完谱子之后呀，咱们现在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。今天呢，我们的教学曲目就是这首曲子。如果大家也喜欢学唢呐，记得一定要关注裴老师，关注我们的课程，陪你学唢呐。我们下期再见。